OK，今天呢是自由练习日，所以呢，对，现在我们要各自去干各自的事情。我现在要去上那个 MIDI 课，就是编曲课，编曲课。今天呢就是在跟我们的编曲老师，然后那现在呢老师呢正在帮我就是修正我这里面的一个大提琴的一个 bass 的一个声音，对。然后我现在把我的工程文件发给老师，然后老师现在帮我修改当中。对。现在老师呢打算给我加个东西呢，然后他怕我不喜欢，然后现在在犹豫当中。对，加那个风铃的声音，嘟铃嘟铃，对，这个声音。就是很小段，我做了整整一天的时间。我在做这个部分已经花了差不多有8、9个小时的时间吧。对，这一段是让我最头疼的一段，然后还是给我做出来了。刚才听那首抒情歌呢，是我前段时间在酒店休息的时候的14天里面写的一首慢歌，对，然后对也是花了非常多的时间，花了非常多的精力，希望有机会呢，以后可以把这首歌的完整版呢放给大家听啊。然后呢，还有就是今天呢，通过跟老师学习呢，就是关于在首先在贝斯上面，贝斯就是大提琴的那种 double bass 的声音，可以让它怎样去更丰富一些，还有就是提琴组、弦乐组的方面呢，就通过去调整它的左右声道，可以让它就是更立体一些，这样子的一些东西。对，然后就是我加了点小元素，就是使这首歌呢，可能就是结尾的部分可能会更温柔一些。对，然后今天就跟他一起，就是更完善了这首的歌曲。对，然后希望以后有机会呢，可以放给大家听啦。OK，那今天就到这里结束喽。